斗罗大陆手游，今天就需要玩三之一。哎，我那个魂体很像要，我赶快把你，我把它讲一讲，好吧？我们尽可以把魂体讲一讲啊。其实它这个手游有支招啦，哎，先打一下。应该是要完整模式比较漂亮。你们还要干什么呢？可是我可能会把重点放在其他地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。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可能一起先一关吧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要先练银钞？哎，其实他们也可以转职的。所以还要先搞其他的这样子。先看一下这边有什么新的东西。目前应该是没有了，目前就是赶快把主线拉上去，应该就可以了。这个奖了吗？有这个奖啊。先看一下他们的那个啦。蚂蚁，你好帅啊！哦，他又更新了，我的天啊，老天儿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这边会宕机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都会跳回去哇塞，我们先讲这个好了。九星海棠，你们看到吗？我的天哪，有点懵那魂之讯是什么？你看他的介绍，这个就是九星海棠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顺便给大家看，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些龙魂，会用帅啊！